各位朋友大家好，那非常感谢所有朋友在持续收看我们这个节目单元了。那在我们今天这一集里面，我们主要了要针对所有会员哦，最主要就在我们目前近期哦，那针对我们的软体，就是说我们增加了两个指标，好不好？那这所以呢，稍待呢，我会针对整个软体怎么做运用，跟各位做个报告。那首先呢，目前我们所有会员哦的软体，那分别有 PSY， 然后加紧接而来有 PSY 循环指标、PSY 对冲指标。那各位一定说，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样的指标呢？首先呢，我们来看哈，以技术分析来看呢、整体上不外乎它总共会包括在这六大类里面，比方说有趋势、同时反转、循环形态以及统计比对。举例哈，我们看画面哦。这是加权指数的走势嘛？那么我如果从这个画面来看，比方说我给它 K 棒，这个叫形态，我给它平均线，这个就叫趋势指标。假设我加上量价，这个叫同时指标。那么 KD 叫什么呢 ？KD 也叫趋势指标。那外资买卖啦，资券变化啦，这个就叫做统计比对。所以技术分析不外乎啦。它总共就这六大类，最主要就在于所有的会员哦，我们一般我们主要分成两种，一种叫手机版，一种叫电脑版。所有的手机版就是说，所有的会员我都有提供你一个手机的 app， 对不对？那么呢，安装在您的手机上面，我现在慢慢讲哦，你慢慢听，你就一根手指头，你就去点这个，你就点它。那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呢？好，一样。来，首先我到这里 ，Play 商店有没有 ？Play 商店，你自己手啊，你给它起落去。按了之后，好，比方说你在这里有个搜寻，对不对？搜寻，你就搜寻 CEO 肖哦，肖佑明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跳出来，是不是 PSY 奇迹标股啊？你就下载，好，它就跑到你的手机上面，各位会员哦。然后呢，你的服务人员就会帮你做开通，那你就可以运用了。你的手机上面不就有这个 logo 吗？那你就一根手指头，你就点它。那点了之后，这里有一个叫 PSY 指标，好，那就一根手指头，你就碰。然后呢，你把你所要观察的任何商品。通通设定到上面，你一样一根手指头，一支吼，你就一根手指头，你就碰它就好了。好，它就碰了，它就跑出来了。上图呢，这个是不是叫指数行进？没有错吧？那底下就叫 PSY。那你说那 PSY 该怎么做？好，举例吼，因为 PSY 在所有技术分析里面，它叫做反转指标。它不是趋势指标，也不是同时指标啊，更不是循环指标，它叫趋势。趋势的啊，不，它叫反转。反转呢，因为它最大的优势在于，它叫领先，它会领先哦，它会领先其他的指标，率先告诉你最高点到了，最低点到了。好，所以各位请看哦，我们来看哦，来，你请看这个，今天为范本哦，来，这个是不是个高点？对吗？那这是个低点嘛？如果我要在这个高点，我要知道它已经是高点了，或者是这个低点，我希望知道这个点是个低点。然后我第一时间哦，我纵使人没有在家里，没有在办公室，我人在外面，我只要看我的手机，那我就可以知道了。所以这就叫手机版 ，OK 吧？哈，好，也就是说，你只能利用反转指标。才有可能哦，我记白号，你不可能使用趋势、循环、形态或者同时去抓到一档股票或者是指数的最高点跟最低点，不可能，我跟你保证，绝对不可能。你只能利用反转指标，那我们的反转指标就叫。PSY 中文叫心理线，可是我们的心理线跟一般的制式心理线不同。制式的心理线，因为它的统计很简单，
我简单讲就是未准呐、啊，好不好？未准呐、啊，好，所以各位请看哦。好，那怎么做呢？好，这里叫副食哈，就是你眼睛看到的，就是说，全体会员哈，你一定都有做了每一笔的哈，因为我都有发简讯给你嘛，绝对有啦。我稍待会慢慢说明哈。好，我先点离开，你就对照哈，各位亲爱的会员哈，你就对照你的简讯，好来举例，我拉近。好，我往下，我往下哈。好，电脑版的会员则是 PSY 循环指标跟对冲，那你要照顺序哈，一做完了你才做二跟三，一没有做完你就不，这二跟三你就不理会它 ，OK 哈。举例，早上一开盘，我们来看哈，是不是在这里？现在正五十嘛，对不对？那请问这个点可不可以空单进场？这个点，这个点不行。这里是不是接近？这里在10278加，掐门离哈，这里可不可以做空？你会告诉我，嗯，正五十，正五十啊，不行啊、哦。再看这里哈、哦，来第一个，所有的会员哦，不管手机版或电脑版都一样哈、哦。第一个，当它直接来到正五十，记住哈、哦，或者是往下下跌，来到负五十，你不能在第一时间马上进场哦。OK 哈，来，你一定要等，当它冲上去，我不管你在这里怎么动，它一压回这个点 V， 这里是个空点啊，相对的哦，做多也是一样哦，我要买到几乎最低点。好 ，PSY 往下跌，你不能在这里负五十这里买哦，你要在哪里买？你要在这个点买。好，所以我们来对照哈，来，请看哦，这里是不是正五十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哈、哦，看中文做说明哈、哦。八点五十二分嘛，这哈、哦，不对，然后接下来指数继续涨，来各位请看哈、哦，刚刚是不是在这里？是不是冲到这里？它是从这个点涨到这里？那请问你哈、哦，如果我在刚才在这里空，我会是不是空在这里？这里又涨到这里，阿哥数几八点？你不能空这里啊！你要空哪里？你要空它一压回碰到负五十 ，OK？ 因为你俩底加康，它是不是又涨一小，又涨一小段？那你又涨一小段，你从这里到这里不就产生了亏损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要在几乎最高点的起跌点，所以呢，你一定等它。压到这里哈，一样哈，你就对照哈，你就对照你的简讯了哈。现在报价10390 ，PSY 正66是吧？看到正50，就是这里是正50，啊，它往上咚咚咚咚咚，这里到66了，你不要理它，你等它一回来50，啊，你就给它放空，然后。一看到正五十进场，啊，你有该看啊。那空了之后呢，啊，你就暴赢了，不是每天都这样子吗？你就看嘛，你是不是空在这个这里？从这里到这里，哎、欸，你不要看它这样一点点哎、欸，这里是不是回到零了？来，这负二是不是到零了？啊，你就看到这里，你知道这样子一点点哦，你已经赢我这。已经赢84点嘛嘞，你都赢84啊，这个就叫 PSY， 那 PSY 叫反转指标，所以所有的会员你就照着每一笔都做哈，那包括手机版的，每一笔我都有通知你，我举例了哈，这个正五十，这都是每一笔的哈，正五十，负五十，负五十，负五十，正五十。我一定每一笔都揭露，我也每一笔都有告诉你进场要走，进场要走，一定都有每一笔，我一定揭露每一笔的，因为每一位会员你都有嘛。如果没有的，我跟你讲有，或者是输的我不讲，
我的立场，那个叫夸大不实、虚伪造假，我就没有资格在做这个工作。我直接告诉你，就这样子，输就输，赢就赢，所以你放心，你就每一笔照着做好吗？哈，那这个叫 PSI 号 ，PSI 这个叫手机版。那手机版第一个精准又轻松，就精简单。好，来，我举例，我再点它，我再点一次哈，慢动作。好，你说那我要看电子指数呢？我要看金融指数呢？一样啊，你有一根手指头，一根，不用讲电子，对不对？电子好，我就碰它电子，那就出现了。啊，这不是电子指数的走势吗？然后该怎么办？要在这里做空啊，你就是最大赢家。你在这里做多，那你就最大赢家。那为什么这里要做空？因为这里叫正五十啊。那应该在这里买，买在这里我会是台北股市最大赢家。对啊，那我怎么知道这里可以买？因为这里叫负五十啊。啊 ，OK 吧，好，再慢动作哈，来，金融类股指数你就点它，啊，不都一样？正五十、负五十做多。正五十半康，你说那我可不可以看 SiMax？ 可以啊，一根手指头。摩根啊，你是不是点下去？啊不，摩根指数的照出来，是不是写摩根指负五十、正五十哪里不对？通通都可以做，因为 PSI 本身叫反转指标哈。可是接着而来要跟各位报告，来各位看这个画面哈，这个叫电脑，这是我的电脑，对不对？那各位会员，就是说你另外有申办电脑版的，我要讲一下哈，为什么另外申办电脑版？因为我们的交易时间，比方说台指期的交易时间是早上的8:45到1:45就结束了，加权指数早上的9:00到1:30就结束了，就没了嘛。啊，有些朋友，比方说你下午、晚上或晚上睡不着的，那怎么办？你又想交易的，那你就。另外要申办哈，电脑版，电脑版会员注意听哈，你的滑鼠，这是什么叫滑鼠哈？好，滑鼠一定有一个仪标，对不对？有个仪标，好，你拿出来，把你的手伸出来，我这样慢动作哈，这是滑鼠，啊，手伸出来，这再叫食指，这再叫中指，没有错吧？一个叫食指，我说不要去比好一点，这个叫中指，好，你放上去，食指叫做。记载叫做左边左键，右边这个叫右键。好，你把你滑鼠的仪标是不是移到这里？你就点它，你就不要理它，它就自动帮你打开，然后就自动帮你做连线。你通常不要动，好，它就连好了。你卖什么？好 ，OK 的。然后你的滑鼠来记住哈，05就是早盘。05加有没有一个加？哦，加就是早上加下午加晚上叫加。道琼叫06，现在叫06啊。什么是加？就是道琼的早上加下午加晚上。那你的滑鼠有没有？你的滑鼠哈，来第一个这里，这个叫滑鼠，对不对？你就移到这里，你就点它。你就点它，好，点了之后，来各位看全画面哦。这是整个画面，这里写日线，那我们日线就代表一根 K 棒是一天嘛？不对哈，你就一根手指头，在你的电脑的键盘上面，这个电脑键盘按一个英文字，麦当劳的 M 哈 ，M 按一个 M， 它是不是跳一个框框出来了？好，我慢动作再一次。我用一根手指头在我的电脑键盘按一个英文字叫 M， 哇啊，跳出来对不对 ？M 了，一跟零，阿拉伯数字的一跟零，我按一下，好，是不是写10分钟？哇，上图是不是指数的走势？底下是不是就跳10分钟 PSI？好，一样哈，我再示范一次哦。一根手指头，我如果按 M 20嘞，它会变成什么？好，是不是20？变成一根 K 棒是20分，
那请问这是几分钟 PSI？ 这个就20分 PSI。好，再来，我一根手指头按 M， 我可不可以按6？可以啊，我就6按一下，你不要怕，你的电脑不会坏。这是写6分。那这个就是指数的行进底下呢，就是6分 PSI。我就一根手指头按 M， 我可不可以按79？可以， 79。Enter， 是不是79分？你眼睛看到的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79分的 PSI。然后呢？不，你静静看这张图。我先把循环指标拿掉哈。来，你看着它。我不管你按什么，你怎么做都赢。这里是不是-50？这里，你买这里会不会赢？这是不是正50？你空这里会不会赢？这里是不是-50？买这里会不会赢？我问你。就四个字，八个字了，是吧？四个，先讲四个。那这个不叫瞠目结舌吗？你说还有匪夷所思哎？对啊，慢慢看哦。那你怎么做呢？我们先讲标准哦，标准只有做一个哈 ，M 十。好，各位请看哦，上图是指数，底下是十分钟 PSI， 没有错吧？好，你的滑鼠。这是滑鼠的移标。好，我如果移来这里，第一格，这里哈，循环指标，我按一下，它就跳出来了。这里多，这里要平，有没有？好，我如果再按一下，它就不见了。然后这里哦，这里叫对冲，对不对？我按一下，这里要空，这里要平，这里要空，这里要平，你一定告诉我，那这个怎么做？我们先休息两分钟好不好？啊，所有的会员朋友哦，千万不要走开，因为我们持续要教你怎么做到让你瞠目结舌、匪夷所思，每一笔都要对，并且把它赢到简直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。两分钟后回现场。疫情期间，安分守己，按部就班，勤洗手，外出戴口罩，避免群聚感染。买便当要微波加热。PSY 祝福你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加入固德投顾，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。立即拨打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疫情期间，安分守己，按部就班，勤洗手，外出戴口罩，避免群聚感染。买便当要微波加热。PSY 祝福你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可以看一下4月23号的研究报告哈，啊，其实每天的研究报告都一样，我会把每一笔都揭露了。这个叫 PSI 正50，所以是不是应该在这里空？啊，这里空，这里平就一定赢嘛？那这里叫-50，这里做多，这里做多，这里走。我现在讲的是每一笔，你有做的每一笔，不会多一笔，也不会少一笔。OK， 只要多一笔、少一笔都是我叫做夸大不实、虚伪造假，就是这么简单哈，不可能。这一笔你一定赢，你只加加买进加造，我都有发简讯给你。好，这一笔呢没有 PSY， 是我自己带你做的，所以这一笔会输。这一笔输是因为我没有照着 PSY 做，是我带你走。那你如果照着 PSY， 这里空，这里多，这里多，这里多，这里空，这几笔也都有发简讯，你每一笔都赢。那 OK 吧？我们看底下叫电脑版啊，注意看哦，把这一块放大。这个过程你怎么样做到天下无敌？搭配我们的 PSY， 好，
当你的滑鼠去点循环指标，你点它，你点点这个循环 ，OK 哈？啊，不是啊，这里是正五十，这里正五十空，这里零轴平，所以这笔会赢，对不对？当你赢了之后，你已经 PSY 做完了嘛？这个时候你的滑鼠去点循环指标，你点它，一点它会出现一个买进讯号，有吗？没有买进讯号就不要进场，有买进讯号你是不是进场？进场之后它有一个中文字写平，你这里买了之后就这里平，已经平了走了，那接下来呢你可以去点对冲，你点对冲会从这里空到这里，业务家扛个家，扛个家如来料 PSY 负50做多大涨，大涨料是不是涨了？好，接下来它冲到正50立刻半康，半康又暴跌，你刚好每个阶段每一笔都大赢。来，各位看着它，各位电脑版的朋友来请看，好，来，这个叫 PSY， 比方说我电脑打开，假设了，是不是正50？那我是不是这里要做空？没有错吧？好，这里空了之后，这里是不是来到零了？我这边空，这边零，我就可以走了嘛。好，可是走了从这里哦，到这个负五十发生之前，这一段是不是没有交易？这段没交易嘛？当你这个 PSY 正五十空完之后，你就拿你的滑鼠，你就点循环指标，一点，它是不是叫你在这里做多？正五十半康零轴获利平仓空平了之后，是不是这里买？这里买它有没有中文字叫你平？平了，你说平了就没有了？错，平的时候就变空手了。好，记住来点对冲，这个时候换点对冲指标，你是不是叫半康？不空，这个空是不是来到这里平？没有错吧？空正五十空赢，循环指标这边做多，循环指标这边出，出完之后够赢啊！对冲指标空一空是不是来到这里平？是不是又赢？赢完之后，接下来呢？过了20分钟，急跌 ，PSY 打到负五十，又做多，又暴涨，是不是又暴涨？暴涨拉到正五十，够个康，一空又跌了250点，又赢。我请问你，你每一笔都赢呢？你只要做一天就好了，你就对照哈每一天的研究报告，所有的会员哈，手机版的就看你的手机版，电脑版的记住哈，你现在增加两个指标，一个叫循环，一个叫对冲，就是说，当你 PSY 出现的时候，你就只做 PSY， 这两个不理它，除非你的 PSY 已经出场了，比方说我这里空，对不对？我到零走，我出场了，我才做循环跟对冲，我没有出场前一律操作 PSY。 好，所以我们看底下哈，来，那怎么做？你的滑鼠去点循环指标，它会出现一个箭头向上就买进，什么时候走会有个中文字平，所以你这边买这边要走，当你走了之后是不是又空手了？好，看底下，然后呢你现在就去点对冲指标，因为循环做完了嘛，就点对冲，一点它跳出来空，那你就给它半看啊。那这里有中文字平，它会在 K 棒的第一秒钟哦，不是结束哦，第一秒钟它就会告诉你，你不用等，一个箭头出现绿色往下就是空，然后中文字叫你平，是不是空这里又平这里，然后这里是不是负50，那是不是又买这里啊？你不怎么做都赢吗？是不是空这里平，然后这里不是负50啊？不再赢一笔啊？不每一笔都赢吗？哦，所以呢，还是跟各位报告哈，所有的会员哈，第一个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奥巴马问巴菲特怎么做一定赢，巴菲特说大家都会啊，多头做多，空头做空啊，怎么样多头做多，空头做空，利用 PSY 搭配循环指标跟对冲指标，你就会多头做多，空头做空，并且你可以在几乎转折的最高点正五十空，反转的最低点负五十多，欢迎各位，包括所有的会员哦。如果您现在是手机版的啊，您对我们电脑版有兴趣的，也可以
洽询你的原服务人员好吗？感谢你，谢谢，拜拜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